爸，等一下，他们都叫你慢慢吃，反正他们又不买。虽然我们家的排骨卖60一斤，但是品质是杠杠的，没得说呀。再说了，做生意是你情我愿，又不是强买强卖，喜欢就可以来看一下，不喜欢你就划走。吃饭了。老头，你这鸡小虾有点香啊。吃饭了。爸，等一下，先别慌着切，我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家的五花腊肉。五花腊肉这头偏肥，中间半肥瘦，这一头偏瘦。要是你不信，我马上切给你看一下。这里是不是偏肥嘛？这是半肥瘦，没错吧？没错没错。这是偏瘦的，爸，你要来一斤。哦，你要偏肥的呀。既然我爸选择了偏肥的，我就只有给大家展示半肥瘦的了。爸，还不要来块偏肥的？不要！哎呦我的妈！